除了因为我们总是看一下沈晨的那个行李箱嘛，昨天我们在那个春晚旁边用那个行李箱，我们看到他昨天又背了一个新的里面设计，这个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昨天的那个陈冲的那个行李箱套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今天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等会大家通过直播应该会看到。嗯，哦，因为是大家一起团建，我们想给你嘛，那个新的东西就是让你背上哪个？大包包给你，我让他背，所以我自然就不背了。也就大家平时老师，以后咱们那个包都往里面。对，我在去车上检查一下东西。啊，好，先拜拜，大家等会儿看他们的情况啊。走了。我们是怕谁谁行李箱。没事，我们就自己来就好，自然就过，没事。来，我们先看一下。好，然后我们在这边看一下，我们刚刚有一个第一个场地的，我们就把我们的事儿结束。过过正常过。就开始。老王又走了。什么太炫了啊！那个套子，哎，怎么这么久的梗啊？网友一直在念我们的弹幕，太炫了，太炫，太炫了，太炫了。哎，但是我们今年跑男除了太炫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口号，嗯，除了太炫了，除了太炫了，还有口号，嗯，哦，包颠的，对，我们再说一下这次跑男的团建之旅，包颠的。谐音不是这个谐音梗是可以的吗？虽然已经有网友吐槽了，说这谐音梗应该不是吐槽，应该就是表达，就是还蛮颠的，很颠的，难评啊，难评。那我们想看这次团建有多颠，一天比一天。其实不是颠，就是确实一天比一天颠。我觉得这个颠主要是，我觉得不让大家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云南，因为就是常规认知里云南有这个有那个很好嘛，但是。今天我们这一趟行程因为是茶马古道，他会看到很多大家不太平时可能不一定关注到但是又非常美的一些地方和内容的或者景色的东西，包括对文化什么的。所以除了是我们 MC 的那种癫狂的跑男的状态之外，还有就是体现云南不一样的癫。对对，这是一个。然后跑我们成员们的那个癫，其实刚刚那个就挺癫的，就是刚刚有某些他们吐槽真的好猥琐，就是没事，这个是开玩笑，引号猥琐，就是是好玩的那种意思，然后就是挺就是还蛮颠。我跟你蕊稿了，你这是没有引号，引号，引号加引号那个啊，是开玩笑，非常真实的状态，开玩笑的那个就是脱口而出，是因为好玩的那个猥琐加引，不是说评价的那个意思。弹幕说姚 PD 外套好看，好看吗？好看，
颜色超级亮，很少穿这个。我们现在在人群里一下就找到你了。你拍一下我的 look， 你摇一下，摇一下。不是你，哎，后面有陈六个晨晨看着你。哇，晨晨好。然后还有弹幕说这个箱子很像寻找失踪儿童范晨晨。谢谢大家支持。你要一直等等着是吧？快了，他们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就出发。对，我们进去再采访一下这边的本地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跑男录制嘛，看看他们那个。好好好，那你去吧。好的，那我们先去忙吧。拜拜拜拜。嗨嗨，就是刚刚姚 PD 说的那个颠吗？我们想问一下这句话你们怎么读出的，我帮我告诉你一下吗？用这边的方言，用这边的说，那我你们可以点，你们可以可以边唱边说，就是你不是唱山歌也很厉害吗？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我先说一句啊，啊，然后这句话可以这样说，就是青山青，奔跑的跑，来到了云南就是帮炸，帮炸是就是。帮炸的话就是这个颠嘛，对，就是他对黄过来，我这边帮炸，帮炸，嗯，哦，那我们还有一句话，能不能请这位同事，但是，用方言说一下，可以说一下吗？我们加一点其他的话，好吧？也是边唱边说，好不好？好。唱嘛不到，你要来那个，好不好就认得了。包括这人又知道的意思，啊，对，就是知道的意思，认得就是知道的意思。那你要来的是什么？那是你要来这儿，哦，我们在这儿，就是，你要来的，就是你要来这里的意思。哦，对，那两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茶马古道普洱云南有什么特色？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就是全世界的网友都在看你们，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嗯，茶马古道啊，茶马古道是有那个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嘛，它也是承载了咱们这个历史文化啊、丝绸啊等等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古道，嗯，也是在咱们普洱的九县一区啊这些地方都有这个古道，嗯，然后主要的景区景点呢还是设在咱们普洱市思茅区，嗯嗯。然后其他的，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普洱的美食啊什么的，比如我们来说。普洱这边就比较喜欢吃酸的，酸的辣的。这边的话就是云南十八怪，水果都可以拌着吃。啊，就比如说菠萝，咱们这边有菠萝，这边会加一点盐巴辣，拌出来吃，哎呀，非常的松爽呀，那个非常的棒炸，大家快吃的，非常的棒炸。啊，对。那么我们可以邀请大家就。网友们一起来云南的普洱玩，或吃吃喝玩玩，看到我们的茶马古道。对，那我们我也想邀请一会儿，就是我们是这次是在做奔跑的节目，大家一会儿的话出发了嘛。如果在出发的时候，我们邀请两位教我们的 MC， 把这两句话用方言学一学。可以的，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可以吗？就你手。那你们稍微准备一下，我们去拍拍别的，一会儿来喊你们。好的，就放你们。就这两家，别问我你。好的，好的。别紧张，一会儿别紧张啊。金姐，我想介绍一下两位。各位直播的网友们，我们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最世界的和微博的两个活动。第一是我们可以上最世界参加茶马古道热力挑战，每2000条评论就可以开启一轮福袋抽奖，可以获得一人的亲笔签名照，还有节目的周边。第二是可以参加微博的奔跑吧行路榜的互动，线上可以和兄弟团一起做任务，收集兄弟团的同款铃铛，解锁福利惊喜。我给欣姐。现在显然有点来不及，这个时间不长。对，这里是
是我们网红导演在跟我们太吓人了直播哦是直播啊就是这个直播真的是我们奔跑的官方正在直播、你是因为我们刚刚下面有这么一个我们在出发前的一个任务嘛然后你是负责出发导演吗是不是吗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是在帮忙的然后这位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奔跑文里面就是会非常的就是不留余地的给我们网友告诉大家我们在最后的故事的一个来可以告诉你的全名叫唐硕唐硕这个名叫唐硕但是你叫叫跟那个叫艾迪啊对对对你管叫什么对你管我叫什么对你不叫什么其实你叫唐硕然后今天这个场地就是我们是大概是玩了一个什么类型的今天主要玩的第一个游戏是咖啡配对的游戏，就让不要说那么具体，我到时候看节目播出了、那就透了，透了，完了，完了，没事，给大家一些小福利，小福利，小福利，因为普洱的咖啡特别有名，是不是？你喝过吗？我喝过，因为我们来踩点天都来体验了，然后咖啡和茶都品尝了，包括我们在之前测游戏的时候，今天所有的咖啡我都喝过。你觉得普洱的咖啡跟别的咖啡、别的地方的咖啡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样子的？最大的特色可能就是它特调和手冲可能不一样，因为它的咖啡是云南本地的小绿品咖啡，然后像很多其他咖啡可能是国外进口的，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气候不同，所以种出来的咖啡的味道不同，然后包括这个烘焙手法不同，对，云南这边主要是一些日晒呀、什么深烘等等，对。然后这次因为也是我们跑冲刺吧，是给自己的这种。你作为工作人员，对于今天这样的工作，觉得上量上难度上，简直了！就是首先非常辛苦，非常有挑战性，确实挺难的。因为跑男这个节目从来没有七天难度，所以对于导演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每站筹备的过程时间是很短的，因为是连录。那之前是一轮一轮，大概有比较充足的准备时间。那现在就是准备好了立刻就可以录，准备好了就立刻开录。像普洱我们是一个导演组，就是我们导演第一批，就是导演，对，不算我们组长啊，五个导演啊，然后是两天连录，就是对，然后布置了所有的场地，所有包括今天的这个场地，然后还有接下来的几个场地，然后像昨天每个人是在一个场地里管四趟，昨天第四对第四趟，就是一个场地里是连录四趟，对。就是比如说，但是很精彩，对不对？精彩，就是很值得期待我们的这个奔跑的特别季。我们十月份播出，跟大家说。十月份就播，我都不知道，又入套了。完了，我们两个被公司了呀。没关系，没关系，给大家一些福利。给大家一些福利，那我们接下来的几天，据说是这个路程遥远，遥远可能会有一些路程上的、旅行上的一个新玩法之外，那在比如说游戏上有什么新的一些设计吗？这不又都入套了？还给大家一些小福利吗？是我们奔跑从来没玩过的，可以这么说。很多都是没玩过，因为我们对一直在创新各种游戏，然后包括尝试去改变之前的游戏规则，所以就是让这个游戏更好玩一点。这一季很多游戏其实都是之前没玩过的，没有玩过，所以大家一定准时的收看我们特别这个节目。然后给大家稍微透露一下，如果想要看什么新的游戏没有玩过，但是这个是游戏的这些内容，可以在这位导演的账号上，也可以在我们这世界，因为我这世界上也有发。这世界给大家说，这世界你叫什么？也叫这个。再说一遍，你管我叫什么？大家可以去这世界上看我的这个幕后的花絮细节。好。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世界。里头也还有其他的导演的一些精彩的花絮内容。对对对，我们 Z 世界有开辟我们的导演专项的一个内容，是大家专门说我们导演幕后故事，怎么创制节目啊，怎么测试游戏啊，然后拍摄的幕后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去关注起来。包括里面有姚 PD。哦，对，姚 PD 是我们的操。好，那你先好。好，谢谢。好，这次是我们这趴导演的韵姐吧。姐，哎呀，你在这直播呀？在这直播，真的是在官方在跟林尚健还有微信微博我们在直播。Hello， 大家。冰姐，刚刚已经有介绍了嘛？这是一趴游戏，然后想问一下，这次我们跑男不是上次的演出吗？跟你们负责的，大家是负责的。他们这边，其实我们组就是基本上是负责了前两天的料，就大部分的料。就是有长发虎城，那个网红也说了，对，然后就是那个亚太森林，然后就是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咖啡厅，半山酒店的咖啡厅，然后接着可能再去门口路嘛。
接着不能脱落，那就可能还有对，还有两个地方是很好的两个地方，就是关注的地方，这个可以看到。对，我想问一下云姐，你是在入考前之前有来过体验过云南或者说他们普到普洱这些城市吗？哦，那没有，完全没有，我也是这次对通过这个主题来第一次来，就是其实我们前期有好几次来踩点嘛，就是也通过这次的工作的机会，就是了解到了很多，其实云南有好多的很好看的地方，包括普洱，其实我只知道名字，因为普洱茶其实大家知道，但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来过，就是我也是通过这次机会，就是了解到了原来有这么美的一个地方，然后包括是，它当地不是有一句话嘛，就是左手拿咖啡，右手拿茶嘛，啊，对。是吗？就是它的咖啡，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喝的国外的咖啡会比较多，但是其实云南的咖啡也是很好的。嗯，就是也是邀请更多的朋友可以来云南这边来尝试一下国外的咖啡。但我们也知道是冰姐不仅是工作人员，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妈妈。那奔跑吧，就是也有很多就是孩子、小学生、初中生这样的观众嘛。那比如说，在我们节目之外，你的普洱的地方适合孩子来玩吗？当然适合。就比如说像今天这个酒店，就挺适合普洱，因为它是普洱有很多山然后又有好吃的美食，然后其实都可以带自己的孩子、爸爸妈妈对来一次旅游，它是一种慢生活的节奏。它这儿的对，它这儿的人的整个工作啊、生活啊是很慢的。那云姐，你给你收藏一下。好嘞，好嘞，好嘞，你看，我们再去逛逛，谢谢。我等一下讲不出去了，去吧。来了，好像大仓区吧，是吗？是哪个地方？你这边怎么行？待会儿你让我们去吃小火锅。我刚练完苦锅，还有一些事情在对。现在我在忙吗？没事没事，可以看的说一下。各位小伙伴们，反正咱们有什么好料，怕推荐的好的内容，优先分享给平台的各位，无论是微博的小伙伴，还是这世界的小伙伴，我们就瞧好，我们拍照就能发的就发，不能发的我们悄摸的发，我们一起加油，争取让大家开开心心的把这七天过完。好。那除了这七天我们密集的录制，大家会看到我们每天的路透直播之外呢，也要就是期待我们十月份节目播出哦。然后我们这次节目除了就是我们那个奔跑的节目九黎卫视以外，我们还有一些联动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文旅，我们可以请我们关注那个圈内小伙伴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次其实我们还是跟云南的四地文旅，像普洱文旅，然后大理文旅、丽江文旅和这个香格里拉的文旅都有联动，然后这些文旅都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的地方，还有一些美食，所以我们就会沿着这些文旅推荐地区一一的去体验。然后昨天我们节目不是也官宣了嘛？我发现我们的官宣是教科书式的官宣，分别介绍了四门课，就张翔了，官宣怎么会跟这四门课就是联系？还蛮不到的。当时就是觉得就是云南的风景很美嘛，然后就觉得这四个地方他们的景色就很像我们的以前的那种教科书上封面的感觉，所以就是灵光乍现了。我跟你说呀，我们茶是普洱，然后马是大理，然后是丽江，道是那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对，然后我们会有这一条线上去那个录制拍摄，然后给大家请大家进行那个期待，然后我们就会那个就是同事，也是我们深飞这一次的那个运营人，对，也是我们纷纷旗下爱人。好了，不要再说了。打住，爱人，好，我们再看一下，大家都在等。
大家出发了。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微醺小哥。好，这次拍摄的 VJ 是负责哪些人？我负责沙哥。沙哥，哦，这个就是沙哥的 VJ， 大家可以认他沈威。Hello。哎，你跟拍沙哥几次或者几年了？我已经忘了，已经久到自己都算不清。好像对我刚到这边工作，对，我第一个跟拍就是沙哥，然后一直到现在。当了有六年。沙哥最重要的要注意的是什么？要拍沙哥。沙哥其实沙哥还好。沙哥其实对我们也好，就是沙哥比较最近这一季减肥了。哦，瘦了吗？沙哥这次带他的节目真的非常苗条。对，苗条来行。对，所以对我们的压力就变得比较大，因为好像会有一些很多体力的项目。是沙哥跑得更快的吗？对，我想应该是他那个小肌肉，看到没？昨天没有小肌肉的那一彩。对，昨天他穿的那个 T 恤，那个背心，那个小肌肉。哦，那请大家关注我们十月份节目播出，关注一下沙哥的小肌肉。对。那沙哥会经常，比方说在拍摄的时候会跟你碰吗？会有一些做一些特殊的那个。就是暗号一样的眼神。对，因为这么多年会有一些默契。对，包括跟那菠萝 PD 都会有一些。好，那就看沈威怎么把沙哥这一期拍得有多帅，把小肌肉拍得有多明显。我给你大特写推上去。大特写，多拍点大特写啊。对，福利都在福利里面。今天因为这一次嘛，也是高调 PD 也是首次拍手。7天连更嘛，然后是其实一路向上到高原往上的那个拍上去的。对，这次就是对于这样深刻的突破，就是蛮幸运的。我太难度太大，首先就是一个自己身体条件能不能适应高原反应。对，其实我们心里也没底，就上去才知道。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不行。还没上去就已经，那沙哥怎么办呀？沙哥，我觉得沙哥应该也不行。我沙哥现在健身一定行，沙哥一定行。对，你的沙哥行，沙哥行，我不行。你要努力。对，主要最高要到4600。之前像我们最高也就去过4000吧。之前游客请注意，对。对，然后沙哥应该可以，沙哥行。你就行。我行不行？其实也。沙哥行，你就行。我争取行。争取。我争取。之前就是我们已经事先跟所有的公主来采访，你有我没有，我没有来采访，是对，我就直接过来。哦，那你要努力一下了。对，我就努力，我努力，但我身体条件不允许。努力。对，但是我一开始以为觉得沙哥应该也还好，我觉得4000就没对他来说可能会有些高，但是这次看昨天第一次见，对，昨天第一次见，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就是。那个脸瘦到变成瓜子脸，然后军艺校草就瘦到了以前的状态。哇，对，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沙哥，还有幕后的沙哥。哎，真的是画面出来，对，你们快出发了，没事，再准备一下，拜拜。一会儿我们在这边，对，他们就在那边上。哦，一会儿直接上车，那我们就让他们上车大巴，就是其实就是昨天那辆大巴。你带着他们去看大巴，我知道。你带着大家。好的。来啊！也没太省事儿啊，录音设备就装在这里。装好了，这是我们的直播小齐，以后看小齐。这杯子上。哦，不是在这，他不把气都打，那放下来给他，对啊，谢谢。这不是我们自己拉的，那要不你是因为自己拉的，说话都是放在我这儿，我们自己拉的正好是，好，我们自己拉的好。陈哥，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的行囊吗？镜头照的行囊，我也不怕拉的。近一点点。陈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的行囊，还有凯哥，你今天的行囊。是我们今天领取的。领取。是我们今天的跳伞包，领取跳伞。哎，我一个人都可以进去。奖励。
其实你们确实其实今天有两个 OOTD 是吧？我的那个靠着你。今天这边是早晨给领取了牛油果，您给我放这里和茶杯的 OOTD， 这边也是。哦，在今天小雨在今天咱们开场那地儿。直播呢？啊？把自己拿。你要说什么？你要怎么表达？大家好啊，中豪才是真的好。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您进货去，还少一个人。露露。露露。茶哈到，好好就知道。哎，奔跑吧，男团建奔跑，七天的。哎，想问一下，我们昨天录制下来感受怎么样？因为我们这次是七天连。没觉得少两个人吗？你先大家先变一下话吧，先变一下。我们分家了。哦，那两个分开旅行，分开旅行了吗？分开旅行了。你要不干这点，没事。你就一直手拉扯。有两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早上三点半就出发，被老人家害死了。我没有关系。对，我们剩下的几位，就是对什么？你想说什么？我们剩下几位老弱妇孺决定没办法早起，他们就让给我。对，我们决定以一种更特殊的方式展开我们的旅行。对，我们要以公路的方式去体验云南。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上路啊！这话说的，来，包颠的，包颠的，背上包，腿还瘸了吗？直播吗？在直播吗？直播。关于为什么我会背上这个包？好了，下一话题。到时候就看这位，就主要是因为第三位男士，他今天总是被美丽给欺骗了，真的。被什么欺骗了？美丽给欺骗了。好好。请大家看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背上这么大的旅行呢？对，我们节目十月份播出，然后我们今天路透直播的任务是，就大家我们现在每天路透直播都有任务，有路途的旅行公约。然后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就是酒店的两位工作人员说我们的那个我们云南这一次团建的那个口号，用云南的方式把它说出来，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出发了。那我们就学会，学会让雷开，不要出发。大家好，我是南国本地这边的人，然后我叫往西。往西，对，我叫你往东，你跟我往西。你叫往西，你这不会说普通话吗？还得逼着我们说。两位，我现在拿方言教大家两句我们这边的方言吧。好的，教大家两句。加上我们本土的词，然后算是一句是。青菜的青，奔跑的跑，来到了云南就是班长。班长。对，来到了云南。写的好像不一样。就是、班长，因为我家爷爷，我们这边云南这边说，有乡村的话，家长两个字，房子很多。要一起说吗？我们所有人。嗯，一起说。你最好就是按那个给我们来，我们也就能起。好，我先讲一句嘛。好。青菜的青，青菜的青，奔跑的跑，奔跑的跑，来到了云南，来到了云南，就是班长，就是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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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一起来，大家，青菜的青，青菜的青，奔跑的跑。来到了云南就是班长。你要来了个，好好救人的，好好救人的，
这都给家里的，来也来了对吧？去也非常三句了。然后我们在一起上班的。长毛丢倒，长毛丢倒。你要男的，你要男的。泡泡举人的，泡泡举人的。那现在大家可以连起来说一下。可以。长毛丢倒，你要男的。泡泡举人的，的。我们跟我们直播的观众来说一下，我们是谁？好。长毛举人的，泡泡举人的。长毛，长毛丢倒，你要男的。你要男的。泡泡球的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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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马不倒，超马不倒，超马不倒。不错不错，放音。这两句要说吧，啊，这两句要说。好的，好，我们拍一个那个出发合影吧，其实。啊，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我们背包的侧一点啊，我们把我们背包让漂亮的包露出来。低一点，低一点，好。哎。哎，漂亮，再来。经过了，我们再来一张。经过了，经过了，经过了。OK。好了。好，上面不打，经过这个。出门大家把箱子打上，然后放到大巴下面的行李箱。好。我没想到最后我们又回浙江路去了，回义乌，回青岛。去上大巴。上大巴前，我们拿上行李箱。行李箱在门口。已经拿上去了啊。好，我们今天幕后直播就结束了，然后关键我们明天我们继续会有幕后直播，看看有哪些我们的那个两队小伙伴能不能合流在一起，成为一支队伍，重新上路出发。关注微博和 Z 世界奔跑吧，关微 CC， 关微 CC， 关微 CC， 关微 CC。是直播的时候在这道德绑着上，一人念一条，所有的观众都看着呢，没得剪掉，大家都要一人念一条，从白鹿那边来。我宣誓在粉丝团建中绝不叫苦叫累，绝不抱怨，一目了然，一人就是从小，绝不吐槽道具草率，绝不对食物挑三拣，你这条很重要啊，你要做到啊，对食物不挑三拣，绝不对节目组恶语相向。我们从来没有恶语，讲的好像我们平常有恶语。我们从来没有恶语相向。我第六条啊，不嫌弃任何人的拍照技术，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确实拍。你是要被嫌的那个。下一个重要。下一个重要，不嫌弃妆发不齐整的自己，
你不装你不行，我可以，你化妆师高兴，我素颜，我可以啊，不嫌弃室友的呼噜声，那我可能是打呼噜声。那你自己住外头，听到了吗？不嫌弃团友的冰山蜡，不嫌弃学生的冰山蜡，我嫌弃相信你冰山蜡会有惊喜。阿杜，你在那方等我，我们一会儿到二方来找你。我不想要清楚，你刚刚这种暴看不问的。知道香槟了，你没有在这里有过？有好好知道，这个知道。然后第二个人，是这样的，他们一会儿会从这儿出来，他们要上车。那个我们有好多小的，好好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该直播了，来吧，我们今天重新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直播是在微博奔跑的微博和奔跑的随世界两个平台在进行我们这一次的路透直播，是这一次奔跑的特别季的第一场直播，一会儿大家会从这里下来。然后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会做一个类似像团建主题的直播，然后呢我们现在想要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根据我们这次那个奔跑的我们这次推出的特别的活动吧。来，大家好，这次呢我们别紧张第一次上去有点紧张。现在我们那个奔跑班呢做了一个官方手游，那现在已经开放预约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牌子啊，预约方式很简单，就是微博用户呢就搜索奔跑吧官方手游这个话题，或者关注账号奔跑吧二星人。那全世界的用户的话可以看一下屏幕下方应该已经有一个二维码了，可以截屏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去访问我们的直播预约网站了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厚的预约好礼，不光是游戏里面的各种福利、各种皮肤，然后呢还有之前奔跑吧典藏卡争取到了一次限时的返场，那完成预约可以就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个奔跑吧典藏小卡，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浙江卫视2025跨年演唱会的现场门票，那么大家赶紧来预约，然后赶紧来领取这些好礼物吧。然后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啊。那我们的游戏呢是奔跑吧这个官方手游，然后是完全根据奔跑吧里面的剧情，根据奔跑吧里面的环节，包括奔跑吧所有的 MC， 然后都会参与到其中，然后陪伴大家一起。我们会去到一个阿星球，然后在阿星球里面完成各种各样的挑战。期间呢各个 MC 也会化身为我们的羁绊，然后陪同我们一起完成挑战，克服困难，打败黑衣人，好吧。然后希望大家赶紧来预约，预约好礼只有第一波才有，好吧。然后这个游戏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活动是雷世界的茶马古道热力挑战。现在的活动是每2000条评论就可以开启一轮福袋抽奖。那福袋抽奖有什么呢？有签名照，有节目周边，还有其他各种大家喜欢的好礼，好吧。然后大家赶紧来疯狂评论，疯狂转发，好吧。然后赶紧我们开启
争取到2000条评论就可以开启一轮福袋抽奖，好吧，大家赶紧来参与啊。啊，那么你再来一下。你都说完了吗？差不多说，我可以。可以说完了。但还有这个也说完了。哦，我说你再说一遍吧。啊。因为长发谷到时候我们这次奔跑的主题嘛。啊。再来一次吧。啊，好的，那我再来说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奔跑吧特别篇就叫奔跑吧茶马古道篇，那么我们这次也是来到了美丽的云南，然后我们要我们所有 MC 会完成一次7天连续录制的挑战，然后分别就沿着茶马古道来到云南各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会一路录影，然后也会一路直播，然后争取把茶马古道这美丽的风景，然后风景背后的故事，然后都会通过节目展现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关注奔跑吧茶马古道篇的录影跟后续的播出，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关注这录影期间的直播，希望大家关注艺人在我们这一次连续7天录影中的一个动态，好吧，然后还是再重复一下啊，就是人世界的茶马古道热力挑战是每2000条评论就会开启一轮福袋抽奖，福袋抽奖有签名照，有节目的各类周边，大家积极参与来赢取这些好礼吧。OK。嗯。嗯。哎呀，那。然后我们现在MC 马上就要出发了，然后这次也是不好吧，第一次我们是连续7天的密集录制，大家是以团队的形式来体验我们茶马古道上面的风土人情和这里的故事，还有美食。然后我们现在去接场一下。等一下，大家先等一下。哦，我们这一次啊，奔跑吧有一个那个关于茶马古道特别机的一个口号，到时候也会请我们的 MC 一起跟大家来一下，是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一下“茶马古道，跑跑就知道”。我插一句口播，你说。欢迎各位微博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现在在微博奔跑吧官博开启了茶马古道篇的行路榜互动，欢迎大家去多多打卡助力，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后续还有更多精彩的福利解锁，请多多期待，多多参与。我后退的地方不要人了，就两排。我后退的地方不要人，我这个动线轻了。还有一个呢，我得走后面。这些记者在那儿，我们这样的车，我跟他走开，快走开。然后大家马上看一下，大家看到云南的天气。刚刚早上我们来的时候还是阳光万里、晴天万里，现在开始下雨了。所以兄弟团这一次的旅行，所以兄弟团旅行这一次会经历什么大雨季啊？什么大雨季？是谁啊？直播。那你去站到那边去，等一下，你去站着，他们坐电梯下来的。你们这里不穿帮，你们先不要弄，我弄完了，我昨天才刷的游戏，他们先来。我们已经开着了。好。喂，没事。哦，好了，外面下雨了。来了。你们都站好，开始了，他们来了，过来了，都站好了。你就在我边上。我知道，这条线不要人啊。没关系，我们管好我们自己的路。不是，我怕后退的时候撞上自己。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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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提高还是我？同志们，200块够了。跟我先说，这是我抢来的，我给范丞丞带一个。就我觉得范丞丞太想要了。你就被机器给弄过去。外面下雨了，还在外面。是吗？是的，看到了。对，我是干什么的？好的，我们这边还会有公约。哦，那你们顺着来。好好好好。星星晒，好看啊！有人在摇头，不是这种全是这那个披头服神人里面还是神人，你看你全是那个披头服，你说你说我们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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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啊
您都往那边坐吧，我站着。没事，您还在这边吧？我会倒着跟的。王谢，跟您说一下，我们在直播了。直播了，我们正在直播了，可以跟奔跑吧的那个Z世界的直播吗？奔跑吧微博和奔跑吧 Z 世界，奔跑吧观众都在这儿呢。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已经开启了我们茶马古道篇的第一站旅行，大家猜一猜我们接下来会去到什么地方呢？你看我们的，先看一下我们的旅行箱的保护套，哎，猜猜这是谁？后面的游客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奔跑吧观众都在看。直播，录播，直播，直播，有麦克风。哎，你把它打打招呼。大哥，这里先这样子。哎，这个不好，别忘了，我们今天有转场。没事，直播，正直播，直播。我们现在就转场。那这个你来念过来吗？对，我来。你说，你先完成。那大家先这样子。来，拍一张照片，机吗？照片，那你也在里啊？先来一张，来，咱近一点，近一点，咱拍一张照。来，老师们，稍微近一点。等一下，我们怎么还有这个不动好吗？这团建，我们正在直播，大家是要想走下纪律吧？大家早上好，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旅行体验，在出发之前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旅行前的誓词，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吧。我绝不念。好，我们这个一口同声一起念，来，三二一，宣誓我不太想念。好，我们来再来一遍，从我是你们是直播的时候在这道德榜上一人念一条，所有的观众都看着呢，没得剪掉，大家都一人念一条，从白鹿那边。我宣誓在本次团建中绝不叫苦叫累，绝不抱怨一人就是从小，绝不吐槽道具草率，绝不对食物挑三拣。你这条很重要啊，你要做到啊。对食物不挑三拣四，绝不对节目组恶语相向。我们从来没有恶语，讲的好像我们平常有恶语。我们从来没有恶语相向。我第六条啊，不嫌弃任何人的拍照技术，我能做到这条。因为你确实太，你是要要被嫌的那个。像下一个重要，下一个重要，不嫌弃妆发不齐整的自己。你不妆不齐，我可以。你化妆师高兴吗？素颜，我可以啊。不嫌弃室友的呼噜声，那我可能是打呼噜声。那你自己除外的。听到了，不嫌弃团友有冰山吧。不嫌弃学方面的私底下的事，我嫌弃相信等一下都会有惊喜。好，这是我们跟所有的观众保证，我们奔跑吧团建旅行攻略的五绝不，五不嫌，大家要做到哦。我们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好吗？好的，我们从来说的好像跟我们一直都很不嫌弃。我们现在就是要到外面，在我们的那个旅行大巴上面要拍一个大合影，就准备出发了。哎呀，没问题啊，在大巴上面拍。你们上大概就上个月是一天。小叶，小叶，小叶，小叶。大家都上，就留你们俩。对，这，我们要上大巴吗？不是，你们站面对我们，面对我们，面对我们。
我们站起来。直播我过去。孩子你好。老鼠呢？老鼠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刘峰，小薇，快上来。我后面。你们记得没有检查？来，看这里啊，看这里来。先拍照片啊！来，成功！看这里，新照片。奔跑的团建包天的，来，三二一。来看看镜头，来看看镜头。好，我们这一次茶马古道的奔跑啊，这个它旁边有专门的跑道，大家可以试试。后面的粉丝们他们也学会了。好了，今天我们上一上。微信后面。好，你们进去是吧？你们进去没错。好了，我走了啊，你们加油。我这边去，你给这边两个，就这边。老师能打分，老师。
谢谢。